我的天啊！陆伯言，看看你干的好事啊！现在全城都在播报昨晚的事情。这个味道不错，你尝尝吧。还我是陆伯言，我能采访一下你的心路历程吗？为什么不经过我的同意就曝光我们的关系？如果你想继续被骚扰的话，我不会拦你的。哎，你。曝光是为了保护我。嗯，好吃。说好的给我小说推广资源，为什么都给了苏简？以后休想我再帮你泡茶。璇璇，别不开心。嗯。苏简安老师，您来了。社长，我来了。今天我给你准备了一个 surprise， 请，请，请，请。这是我为你准备的独立办公室，快看看，喜不喜欢？哇，这也太夸张了吧，社长！我平时又不用坐班，你用不着给我准备这么好的工位，是不是太浪费了呀？那也得背着呀，啊！你现在是咱文学社那最受欢迎的作者了，你理应有这个待遇。最受欢迎的作者？待会儿会议上，我亲自给您揭秘。那个，您先稍坐一下，我去准备一下。哎，您坐。我去准备一下。简安姐，你可真厉害，要不是看到报道，我们还被蒙在鼓里呢。就是啊，简安，恭喜啊，你现在爱情事业双丰收，太羡慕了。谢谢啊。哟，人出名了果然就是不一样。要我说呀，咱们以后都甭写了，那么费劲干嘛呀，有简安老师一个人就够了。是不是啊，杰老师？以后文学社就靠您了。这什么味儿啊？哟，陈璇璇，你怎么一大早就吃大葱啊？我老远就闻到了，赶紧刷牙去。不需要。不要理他，臭人多作怪。哎，我没事儿。哎，你跟陆总到底什么情况？不是说好保密吗？怎么闹这么大？我怎么知道？要不你去问他呀。喜欢人家喽，简老师，有空吗？有空。好嘞，那我们去开会会呀。哦。嗯。开会。同志们，我先宣布一件大事儿。简安老师的小说已经正式更名为陆少的暖婚新妻。少凯啊，哟，
田安呢，现在今非昔比了。那你呢？你往后就离人家远点啊，最少给我保持2米以外的距离，啊，免得遭受非议。可是他，你学谁呢你？我。那以后认识简安老师的人多了去了，那难免有人误会。从现在开始，你给我一边去。怎么着？你听不懂是吗？哎，我的话还不好使了是不是？两米，2米。哎，好了啊，那大家以后都再接再厉，为咱们文学网再创佳绩、多创新作而努力啊！我们要像简安老师一样，那得多从生活中找灵感啊！那伟大的，这么不好吃的，谁啊？给谁的？谁？来，这也太好了吧！吃啊！伟大的前辈告诉过我们，创作它来源于生活。我也去看看。哎，不是，哎，我也去看看。哎，什么吃的呀？你等等我呀！等等我。请大家稍安勿躁。哎，徐伯啊，你怎么来了？陆太太，这是陆总为大家准备的早茶点，庆祝您的小说点击量又创新高。哇，简安姐，你老公真贴心，你也太幸福了吧。那大家吃吧。谢谢简安姐。谢谢简安姐。谢谢，哎，这个我吃，尝我这个，好吃，好吃吧？真好吃，陆太太，太甜了。陆总嘱咐我把这个带给你，还有花呢，我帮你拿。陆太太，那我就先走了。陆总说，晚一点时间，他亲自过来接你。这太夸张了吧！感觉我自己吃了一把的陆太太，祝您愉快。太谢了！哎呀，这戏做的太过火了吧？哎，社长，你看陆总那么有诚意的请大家吃早茶，你是不是也表示表示，请大家吃个饭？对呀。对。聊一聊。可好。跟我说，这个肉饼，我跟你说，哎，姐，哎，我说两句啊，陆太太这么有排场，要不换你，请大家吃饭庆祝庆祝。耍赖。不过呢，太便宜的，我们可不吃哦。我让你说哪里，到底说没说？哎，过来。